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新闻节目。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时，希望中澳两国彼此尊重，着眼大局，协商合作，共赢未来。江泽民指出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，并且正在走向多极化，世界上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模式，各国应该